亮亮，欢迎各位准时到啊！这课间休息的时候，一位可爱的小学生跑到老师面前，老师啊，那个操场上有好多蚂蚁呢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是，这老师当时就反映一个问题啊，因为上一堂课呢，老师刚刚教过蚂蚁的英语单词怎么。亮亮同学，老师怎么的了？就是你，那蚂蚁怎么说？蚂蚁他们什么也没说呀，蚂蚁就是瞅也没瞅我，他们就走了。我是老猫，我是老板。哇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心情非常开心，因为一会儿呢要见到一位我许久未见的老朋友。他是一位著名的体育明星。这个人呢，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夺得女子双打羽毛球冠军的，也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双的杜晶。没错，那你们俩现在准备好了吗？大宝，你演谁？我演销售员。哎，你呢？我演一个保安，负责撵他。OK，Let's go。你好，那个，你要牌不？什么牌啊？你球牌。怎么样？这啥牌啊？是啊。哎呀妈呀！你是不是嫌这牌破啊？啊！你别看它是个破牌，但是它背后有一个非常励志的破牌故事。哎呦！知道这牌是谁的不？不知道，这谁破牌啊？这个你也会了。那个这个破牌呢是杜静。你知道杜静谁不？你看你破牌，我告诉你，杜静嘛是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女子羽毛球双打的冠军。闹呢你呀！这牌能给他打这么破，那老给力了。我跟你说，挺有劲儿。你看着我胸前挂这些废球吗？看见了。这都是杜静打的呀，那太厉害了。妈呀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些球哈，都是我的私人珍藏版。有签名的吗？我看看。没，就是这个是属于给钱我都不卖你的那种啊。那个签名的也有，签名的你看，杜静也。你别给我瞎扯了，这怎么能是奥运冠军签名的？我扯淡呢吗？这不吗？太邪乎了。